擦擦擦真的很累，擦擦擦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冷。Sorry。综艺节目在玩那个，对，综艺节目要排球，对啊，但是我们不是综艺节目。来哟，哎，走。当我到40岁的时候，你要我拿出来讲，我一定会讲全明星。运动会跟大家相处这段时间，这真的是永生难忘。彼此大家在遇到的话，就会知道我们曾经一起努力过，然后这个感觉就会觉得永远都不会忘记了。然后大家永远都是最好的团队，然后最好的队员，然后最好的朋友。有一次比赛之前，我其实在家里有偷偷流泪，因为已经开始在想说之后如果分开一定会很难过。所以我就看到照片的时候，就是天哪，感觉已经大家分开了，就是先做准备，不然我相信这次比完，大家一定非常非常舍不得。回溯的每一个早晨，淋着雨，每一个人都很辛苦，就是我们都很开心，可以就是早上的时候一起练习，看到彼此很开心。可是大家心里面最里面的那一部分是知道，擦擦擦真的很累，擦擦擦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冷。所以赢的那一刹那，你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很值得，为了那就是越过终点线那一刹那，所有的早上的那几个小时累积下来，超过20个小时吧，是非常值得。就是每一个细节，我们最后抓到了，因为这些细节而得到胜利，那一刹那是可能观众真的无法体会，但是真的我们当事人那个心里面的激动是，你可能你们看到的700%吧。那一刹那，其实我很激动，但我没有要掉眼泪。直到我回头看到点歌，点歌是直接激动到他无法自拔，眼泪掉下来。对，我们现在红队呢是非常非常坚硬，因为我们的心是团结在一起的。来啦，红队，收